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 Rising Toys Lab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值得拥有的一个玩具模型，也出版了，也是不算是很久，应该是两年前 Gamerverse 的一个 Iron Man。如果没有错的话，它有三个版本。目前来说，这一个版本是卖到最便宜的，而且是最值得去收藏的一个。我觉得过了一两年你可以卖回一个原价，因为现在它的价格一直降低，就是说便宜的卖，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半价的出售，就是说100卖50，百五卖75，是说卖得很便宜，所以我也是把它买了下来，所以就这样子介绍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是真的是很值得的。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来看一下，盒子方面它是 Hasbro 出版的，这一个是马可基，它是没有写的，因为它是 Gamerverse 的一个 Iron Man， 它有一个头雕，一对替换手。还有一个 Hawk 的手型，这个 Hawk 的手型之前我买的时候他是说没有的，没有这个 VAF 的，因为半价出售，所以就没有给这一个 Hawk 的手型。不过我来到的时候是有的，所以是很值得的。不过他是要六个组成一个 Hawk 穿西装的要六个才可以组成一个 Hawk。 不过这一些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兴趣，最主要的是这一个钢铁侠 Iron Man。 旁边的盒子是图画，没有什么特殊，后尾是一些 caution 啊、 warning 啊、注意一些 sticker 这样子的。上面 Avengers 的 logo， 我们来开箱看一看。开箱过后，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一个说明纸，说明纸里面我只是看到就是 Hasbro， 其他的都不是英文，所以我也没有去看它，我也不会读，不懂什么东西来的。然后它的里面有一个这个，先介绍这个不像托尼的图雕，这个是在游戏里面的人物，其实是蛮不错的，是弄到是蛮帅一下，脸色方面都不错，其实我都很满意，有眼神，皮肤颜色也上色上得非常的好。连我们看回主体，还没有看主体，我们先看这一个Hawk 的手。这个 Hawk 的手其实我是不喜欢的，因为他穿住西装还要六个合成一个，所以我是应该是不会收藏的。我要的目的就是 Iron Man 钢铁侠。我们来看回钢铁侠，我们首先看他的颜色，颜色从头看起，我们先看他的头。头方面颜色我是很满意，是说上色上到也不会说不会说上到有看到一些唾弃的感觉，没有的。眼睛方面是弄到不是很美的，就是眯眯的眼睛，好像要睡觉的感觉样子，眯住一些眼睛是怪怪的，不是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胸口方面是不能够改灯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改灯的话我就要钻洞，所以不是那么理想。再看回下去，它整体的颜色只有两个颜色，哎，三个颜色，我觉得是应该是深灰色、灰色、银色，应该是有三个颜色。蓝色这一个是应该是塑胶身体的蓝色，塑胶带一点那种
鱼的颜色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透明透明，里面有一些玉的感觉，这样子的颜色是蓝色，是我很满意的。虽然它不是上色，上色方面它都上到很不错的，其实上色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的，都是很满意。看为整体，尤其是这一个脚后尾，我觉得有点怪怪，就是这两个好像有 shark fin 还是飞机尾，就是说有两个，这一个设计好像怪怪这样子的，不过还好，不会说很难看。后尾背后的设计就是只有一样的，有两个飞机尾，但它是没有得开的，开不到的，就是这样的。手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关，连肩甲方面是不能够动的，是粘死的。好，现在我们看回它的可动性。可动性方面，头方面下方面是很难的，是做不到什么很大动作的，所以下方面是很有问题，弄到很不好。上方面是没有问题，上方面你要处理一点，因为很紧，上方面是可以做到飞行的，所以说这样可以做到一些飞行的感觉，是不错的，这个是很好，很满意。连腰型方面，腰的可动性是很好，不松也不紧，前后也很好。还有一个，除了可以前后，它还可以360度转。有一个不大好的就是这个脚方面，它的缝太过大，这一个缝如果稍微做小一点就会很好，是可动性90度是还好，不到90度，不过已经足够够用，可以摆任何 pose 的，这样子是很不错。手的可动性就有一点问题， double joint 是没有问题，180度没有问题，只是上的时候这边肩胛这边就顶住，这一个就是顶住，这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在这边这个不可以动，所以还好这一个手掌还可以上，它还可以做一个 elbow 在手掌上面这边可以移动，所以可以做到发射的动作。不过发射它是少了一个零件，就是发射的零件可以装上去的，如果你有买到其他的你可以把它装上去。脚方面的可动性也不错，它是双层的关节，也是一样是 double joint，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是很好的。脚板方面的可动性通常Hasbro 出的都不会说很差的，上下跟左右摇摆都是还可以的，都还可以的，所以是没有问题。 left right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都很紧，所以它的站的姿势是很稳的。我们现在换上它的拳头的手看一下，都很好，很舒服，拔的时候是很舒服，装的时候也很舒服的。换上它的头雕，这个头雕其实是如果你不要说它是戏里面的钢铁侠托尼的话是蛮帅一下的，我也是蛮喜欢这样，只是这个手是有点问题，就是说发射不到，做不到发射的动作，是起不到，它是起不到的，说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是要好一点，稍微给它弄一点。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下一个视频我会做Ultraman Cosmos Custom SS Figure，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就是这样子，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OK， 拜拜。